发现时空能量，疑犯就在里头。嗯，准备行动。不愧是我，宇宙最强科学家。我的清新时空标尺，多亏白垩纪的数据，总算把你造出来了。接下来只要加大力度，继续在那些影响世界的关键时刻搞事情，我的超级伟大计划就成。什么？别动，急去探员。你已经被什么？没发现目标？嗯，上当了。这是假信号。二号，博士士，生日快乐！生日蛋糕？我说过我最讨厌的就是生日。博士，别！这关键时刻，哼，有点意思。嘟嘟，本喵怎么感觉这剧情在哪儿看过？这个是第一集的时空裂缝。奇了个怪，这不对啊。时空起点是柠檬博士改变了过去某个影响世界的关键时刻引起的现象，它会让世界出现汽车变成马车、飞机、纸张、压岁钱消失等等奇怪异变。对啊，为什么会是时空裂缝？青青，这到底是？因为这次的关键时刻就是柠檬博士偷造时光机导致时空裂缝出现的那一天。要是那时候的你们失败了，所有以前解决了的时空起点都会再次出现。那还等什么？赶紧说。停，别急嘛，凯奇。青青，平常你不是会科普关键时刻是有多重要的喵，这次也说说呀，例如这次的伟人闪电猫有多厉害、多帅气之类的。行，听好了，这个人柠檬博士，未来世界的大坏蛋，为了不让别人比自己出名，到处破坏关键时刻。我未来的奇趣特工，可怜弱小又无助，所以才要回到回到过去，请英明神武、天下无敌的你们初代奇趣特工队帮忙，满意了吧？还行，不过最好再多夸夸本喵。还要夸？还要夸。好，这就夸。闪电猫，那个，我们先出动了。别丢下我啊！时间飞船，奇趣变形，行动吧，明白。那是第一集的造反队。别冒蹭，要想时空裂缝消失，肯定要什么特别装置。就是它。时空飞弹设置完成，接下来，根据分析，蒙查查有99.99%的几率会选择偷袭这个时间点的我们。问题来了，记得这时候自己在哪的举手。这个反正我一定是在英勇又帅气的保护小镇。通天不上。英勇又帅气。五号，快躲起来。消失了。听着，不管是你们还是蒙查查，都不能被这个时间点的我们发现，不然时空混乱会一发不可收拾。什么？对呀，要阻止坏柠檬搞事，又不能被发现，这也太为难喵了。不，如果我是柠檬博士，要搞事情，有个办法比偷袭你们更有效。
娘。哦，难道说？利用时空隧道的反向震动让裂缝消失，不错嘛！能想出这办法，有我万分之一聪明。博士是看完美啊，我还赶着弄坏它呢。住手！幻影猫，你想呼唤时空飞弹？哎，糟了！树比现在未来已经不是未来，可又是未来的极限特工队。说啥？别慌！哼，这么喜欢飞弹是吧，萌莎莎？收到。柠檬，全体转换体。很招！裂缝导弹发射！炸弹，小意思。艾儿，瞧一个。收到。光迹追踪。逆转光枪。这是升级装备的钥匙。完了，艾儿，钥匙在这儿，那这时候的我们还怎么升级啊？得赶紧送过去。搜索目标锁定。当时我正在那边被胖揍。我扔。原来还可以这样，本喵也来，驯龙战车出动，奇趣变形，方位锁定，光喵。哦，还好赶上了。不行，没鼻子，走开。通天万能步。快啊，开始根据剧情，这边的飞弹又发射了。就是现在。去假装发射吧，可得呗！火箭连环拳，不得！咦，没用！裂缝导弹。
警告，嘟嘟变身的时空飞弹打不开虫洞，一旦抵达爆炸点就会穿帮。看得见我，打不着我。我绝不要放弃。通天火箭拳，既然飞弹是通过裂缝穿越的话，通天金刚拳给我穿过去。不会吧，急需特工，希望你们能帮助我阻止柠檬博士。柠檬博士，急需特工，任务成功。你们继续在目前的时空搜索，其他时空由我负责。是，艾尔999队长。特工齐聚小镇，请广大居民留在家中。这么大风，早知道就不出门了。啊，还差一点。你看，叫你别出去玩，现在成落汤鸡了吧？我还不是回到家了吗？哼，大风又怎样？有本事把我房子刮走啊！全变成木头的了，我们又不是三只小猪，就算是也是四只。奇奇特工队，时空起点出现了。出发吧，不怕强敌，奇趣出击。已经锁定了关键时刻，这次是2000年前的古罗马。喵，那肯定是坏柠檬阻止了罗马人搞建设，导致现代的人都不会建房子了。根据资料，这些罗马建筑不是在同一个时间建造的。那他可能已经去了几个不同的时空喵。别瞎猜了，这次的问题是出在最基本的材料上。水泥？没错。这个是古罗马时代就已经有的，世界上最早的水泥。古罗马建筑都是用这种水泥建成的，它是近代混凝土和钢筋混凝土的前身。哦，所以这次并不是针对某个建筑，而是影响了古罗马人生产和使用水泥吗？其实我刚才就是这个意思。反正你们明白就行。出发吧，时间飞船，奇趣变形。村长，怕瓦盛世会不够了，我们打算上山去挖一点回来。一定要多加注意，圣火山始终很危险。村长放心吧，圣火山不会在这个时候爆发的，而且我已经去过很多次了。村长放心，有我们陪帕瓦大哥一起去呢。出发。路上小心。不，才不会让你们去呢。嘿嘿，柠檬，分手合体。好。
停下步，不准上山。我们只是想上山采矿。你是？我是圣火神派来的布。生气了，你们挖矿找到他睡觉去。帕瓦，要不我们回去吧。嘿嘿，四肢发达果然好忽悠。我们之前采矿都没遇到过这样的事，这个家伙太可疑了吧。生气，你才可疑。我们是勇敢的罗马人。让你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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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你去。帕瓦大哥，住手！蒙查查，红烟火箭拳，格德维根逆转光枪。这几位又是何方神圣啊？特派队来得好快，溜了溜了。哦，我的小伙计，你们真是太棒了。哪里哪里，我们就只是帮个小忙。不见不平，拔枪相助，就是本喵的风格。你刚刚就一直在划水好吗？胡说，助攻能叫划水吗？不用争了，我的朋友们，等我们采集完圣石灰，一起回村子庆祝吧，到时候一定会准备很多好吃的。哦，圣石灰？根据分析，圣石灰就是古罗马水泥用的火山灰。那赶紧的妙，我肚子开始饿了。出发。博士士，现在怎么办呀？别着急，我有个办法，可以吓到他们，以后都不敢再上山。好，够了，我们回去吧。喵，太好了，哎，累死本喵了。你都没帮忙。走了走了。小心。我走。大家先走。圣火山不应该这个时候爆发的呀。逆转光枪。溜了溜了。快看别看。帕瓦先生。我来救你。凯西兄弟。你不就是刚才的？不，让你们别上山，遭报应了吧？什么报应？这火山爆发明明是你搞的鬼！叮当，答对了，瞧你东西就蹦蹦跳跳。你这家伙太卑鄙了！哈尔先生，凯西，熔岩流向村子了。快看，快看呗！我来对付蒙查查那家伙，其他的就交给你们喵。小心！哼，这坏柠檬。特工战车出动，激活强力工具，我钻，我拍。哦，东东，请支援，用电力泡泡。快点，快点。火山爆发来捣乱，我就要让你自食其果喵。
再来！没有，没有，没有！丑的鸭子就剩下嘴硬。什么鸭子？我是闪电猫。现在不是卖嘴的时候，熔岩已经逼近村子了。好，全速前进。快快搬过去！快，来了来了。嘎嘎威呀！去吧。我顶。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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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隔壁，隔壁哥哥，你，还有你，统统给本喵上！激活强力钻孔，马力全开，咕噜咕噜转，转！火箭拳急去爆发！贝哥哥，哥哥，贝哥哥，快瞄补墙，水泥来啦！哎，呀，啊！成功了！熔岩的流向改变了。奇趣特工队，感谢你们的帮助。这下我们不但保住了村子，还能继续收集圣火灰。以后不管遇到什么困难，请尽管来找我，我一定会帮忙的。奇趣特工任务成功。闪电猫还没回来。准确来说，应该是2天03小时24分18秒，19秒，20。好了好了，艾尔，你不用数得这么仔细了。早知道那天就不骂他了。一旦，你干嘛爬到树上去了？奇趣特工，你们终于来了。我本来想上来摘几个苹果，没想到我上来后发现这么高的，我不敢下去了。放心吧，我们会想办法救你下来的。这还用想什么办法？让我来吧！哎，闪电猫，不要鲁莽行动啊！闪电猫，快停下来，太危险了！这不就上来了吗？是因为你太鲁莽，让大家都受伤了。这明明就是个意外，谁会知道那根树枝这么容易断？哼！所以在行动前一定要先观察好周围环境。嘀咕嘟嘀，我不也是为了救人吗？大家不要吵了，我不也安全下来了吗？现在一点消息也没有，
do? 我得马上许愿，让闪电猫回来。凯奇，向流星许愿是没有科学根据的，而且以流星的滑行速度是不会停留在天空这么久的，所以上面的闪光体是飞机的几率比较高。我知道，我也只是想……咦，难道是闪电猫？原来是皮蛋呢。见到我就这么失望吗？亏我找到了闪电猫的线索。哦，这个身影是闪电猫。原来他被班主先生捉了，我们赶快去救闪电猫吧。好，不怕强敌，齐聚努力。勇敢的凯奇，坚强不向困难低头。变身装置，瞬间闪电启动，凯奇变身。用出萌萌的触手，用超能力来战斗。无敌，就是你大无穷，当真正到我心。艾尔变身，我们冲动，战斗的害怕，勇气无限，我们向前冲，勇敢的心在。陆地行动，决定乘坐绿光超跑。狂风，请和我。一次特工队出发，有请我们今晚的特别嘉宾闪电猫。你们说带走就带走，有没有问过闪电猫的意愿啊？我根本就不认识他们，怎么可能会跟他们走呢？难道你还在生我们的气？先等一下，你们进来买门票了吧？好像还没有。闪电猫，闪电猫，闪电猫，我们赶快离开吧。又是你们，我都说了不认识你们。温度正常，没有生病啊。闪电猫，你是不是还在生气啊？什么生病，什么生气啊？我真的不认识你们，你们别再缠着我了。嘀咕嘟嘀，我没事，我倒是想问问你们是怎么回事。你看，你连嘟嘟公主的外星话都听得懂，说明你认识我们啊。对呀，我怎么能听懂他的外星话呢？可是我怎么不记得你们？根据分析，闪电猫应该是失忆了。失忆？一定是班主先生对你做了什么。我可没对闪电猫做什么。闪电猫已经说了不认识你们，请赶紧离开，不然对你们不客气。这句话应该是我们对你说，赶紧放了闪电猫，不然对你不客气。闪电猫可是心甘情愿留在马戏团表演的。没错，班主要发动权杖魔法，通天捕手发射。不准伤害我的朋友。朋友？闪电猫，我们才是你的朋友啊。别听他们胡说，将他们轰出去吧。看我的光镜追踪。再让他们多见几次面的话，说不定会唤醒闪电猫的记忆。得赶紧带他离开这里才行。班主先生，我们这么急着要去哪儿啊？别的小镇邀请我们去表演。
作为专业的马戏团，表演是不可以迟到的。哼，我就知道你会带闪电猫离开的。真是纠缠不清。闪电猫，你去对付他们。光镜追踪，铜铁捕手，小心伤到闪电猫。对呀。凯奇，闪电猫不可以这样。为什么要放了我？你们本来可以赢过我的。比咕嘟比咕，谁叫你们让我了？就算不让我，我也能打赢你们。好，那我们就不再让着你了。这样恐怕会伤到闪电猫。一味的让着他，这会让班主先生有机可乘。还是先制服闪电猫吧。明白。闪电猫，你干嘛避开呀？应该把他们打败。冬天捕手发射了。那根树枝这么容易断，所以在行动前一定要先观察好周围环境。闪电猫，你在发什么呆呀？看来只好上全力了。去吧，闪电猫。这不就上来了吗？闪电猫，快停下来！闪电猫，你还愣着干嘛？赶紧去对付他们呀！好啊，我的朋友，我现在就去对付他们。光镜，追踪！怎么这样啊？喂，闪电猫，你弄错了，我是你的朋友啊！闪电猫，难道你……看来奇趣特工队还是不能少了本喵啊！闪电猫。奇趣特工任务成功。闪电猫，你是怎么失忆的？那天你是谁呀？你不认识我？不认得。我是谁你都不知道？不知道，所以你到底是谁？我是你的朋友啊。就是这样，被班主骗去马戏团了。哎，凯奇呢？咕嘟，我在这儿呢。哇，这么多的零食，这是给我的吗？当然不是，这是用来还愿的。还愿？昨天我向流星许愿，说要尽快找到闪电猫。今天果然找到了，得好好还愿。切，开玩笑的啦，嘿嘿，这是给你的。凯奇，根据分析，昨天晚上出现的不是流星，而且向流星许愿是没有科学根据的。好了好了，
知道了。